我有一任是比我年纪大蛮多的，他是在百货公司上班。哇！不想要交什么样星座的男朋友？水茶金牛啊！我的最好的男朋友就是水茶金牛，哎，不是水茶。应该讲说来这边就是借由别人的事情，然后来挖掘自己心里面也是有共鸣。每周六晚间8点到10点 ，TVBS 42台《全明星观察中》。